亲爱的校长、老师、同学们，大家好。哎，芷琪，你知道今年是什么年吗？今年是2022年啦。对，按农历算，今年是什么年？今年是虎年咯。我最喜欢过虎年咯。为什么？老虎多威风啊，他可是兽中之王。对，我以后就要做个虎胆英雄。厉害。我就是下山猛虎。我走起路来虎步生风，干起活来生龙活虎，往家一坐虎踞龙盘，吃饭的时候狼吞虎咽。嘿，全虎到一块去了。这还不算什么，从现在开始我能踞踞不离虎。这话可说的有点大。我还能接着说呢。来试试。来。好，你们家就离不开虎。我家？你家可是龙潭虎穴啊。我家住在老虎洞里。不是，我是想说你们家卧龙藏虎。这话我爱听。说你爷爷精神，那真是虎老雄心在。对对对，老当益壮。我还知道你爷爷最爱听与虎有关的歌。是吗？有，我就常听见你家传来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跑得快，跑得快，一只没有尾巴，一只没有眼睛，真奇怪。行了行了，那是播给我家小弟听的啦，我爷爷才没那么幼稚。哦，那是我误会了。真是的。再说你爸爸，你爸是爬山虎。啊，我爸是爬山虎？你爸才是壁虎嘞。你爸爸经常爬山，如同山中的老虎一样，叫爬山虎再贴切不过了。哦，你把话说清楚嘛。你母亲不像我家的母老虎，倒是慈爱。怎么说？哎呀，虎毒不食子吗？这是慈爱吗？再说说你。终于轮到我了。你长得虎背熊腰。什么？我这身材就叫虎背熊腰？不止这样，你还长了一嘴虎牙。你是说一嘴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你长了一对虎牙。要是长了一嘴虎牙，我岂不是成了怪物？你做事总是马马虎虎，虎头蛇尾。我哪有？我还知道你爱看和虎有关的动画片。这倒没错。小熊维尼与跳跳虎，有虎吧？有，他叫跳跳虎，跟你挺像，冲动、急躁、鲁莽，常常没搞清楚情况就跳起来了。我哪有？看，这不就是跳起来了吗？哎呀，没忍住，失礼了。好了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不如让我们用虎字来向大家拜个早年吧。好啊，我吴俊康，我李子琪，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够龙腾虎跃，如虎添翼，虎威大振，虎年大吉。谢谢。谢谢。